打开腾讯视频 APP， 搜索放开我 baby， 更多精彩花絮等你来看。本节目由皇家品质皇家范儿的皇家美素佳儿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高端亲肤洗涤品牌好爸爸联合赞助播出。嘿嘿，兄弟们，好久不见，最近好不好啊？美，趁喜又美。这边风水不好，坐这儿来。我跟风水。叫芊芊哥哥，知道吗？芊芊，这是芊芊，芊芊不是圈圈。芊芊哥哥，我建议咱们三个出去吃点饭，让他一个人带五个先体会一下。对，你跟五个孩子熟悉一下。我也要吃饭的，大壮，我也要吃饭的。你要吃饭啊？对啊，你自己做啊，就有厨房。不，真的？就自己做。我们都自己做。千玺不会骗人。热闹起来，燥起来，对，像 party 一样。造反了！造反了你们！孩子们。跟我走，花园集合，走喽！我们来玩游戏好不好？我们呢，第一个游戏呢叫做捉迷藏，好不好？我们不要跑，不要跑得太远，最多就不能离开这个区。这是什么区？后花园。花园哪个地方可以藏？草坪里。让他们自己藏吧，我们找他们嘛。那我们去吧。去。不要打车，不可以打车。去吧，小心一点啊！你们俩快去躲了，躲起来吧！躲起来，快快躲躲躲！我们四个找你，我们四个坏人会找你们的。房间里也可以，到哪里躲都可以啊！躲起来。快点来，姐姐这儿。来。我在这，你们追我们吗？你们追我吗？我在这。好大。我都找了，追我们多好了，他还出声，孩子真的是，咱们再玩会儿吧。我再吵一会儿。哥哥，我们多好了，过来找我。来了，你再等一会儿。好的。姐姐，他会抓了我怎么办？你可以把他赶走吗？你可以保护我吗？可以。谁第一个去？计时了，来，三，去吧，你去吧。二，一，先第一个来。姐，你都开始了。哇塞，他们藏得好隐蔽啊！哇，我根本看不到你们两个。你们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情来？棒宝贝儿，太棒了！三个啊，计时停止。找到了，找到了。几秒？带他们过来才算结束。几秒？把孩子带过去才能结束。来，孩子们，跟我回去。哥，快跑，快跑！你快跑，他抓你了！别让他抓到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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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快跑！往那边跑，那边跑！快跑！那边跑，那边跑！快回去啊！快跑！这个是什么？那边跑，那边跑！别让他抓，抓到你！别让他抓到你！婆婆，快跑！婆婆，快跑！婆婆，快跑！接着啊，四个了，还差一个婆婆，还差一个婆婆。婆婆，快跑！婆婆，快跑！不不快，别让他抓上，别让他抓上。Oh no！ 这么重，不不不，蹬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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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挣扎挣扎，快往不往回跑，不往回跑，不往回跑，快往回跑。计时，停！没有啊，我哪儿了？几个小孩呢？其他几个小孩，这只有婆婆。来，我给他一个送过来。没，你别傻来！哎，不行，馋死我了。好了好了好了，下一个，你们再去藏吧，我们再去找你们。快去，对，快去藏，快去藏，快去藏。在哪儿？快去，藏起来！我要去，我要去。跟我走啊，小心啊！好嘞，我相信，我带一个更好的地方啊。哇哦，准不准？准。好，
他把孩子带出去了，行行行，行行哥哥，快快快快快，好，跟我走，兄弟们，跟我走，快！快！别，你别玩了，啊！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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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林过来。哈林跟你。哈林来，躲在车后面，快躲在车后面。哈林快来。好，太好了，我帮你们挡着。我们在躲猫猫，你们千万不要出声啊！我们躲猫猫。我等一下，等一下。我等一下。干什么？在聊天，你给我聊天。快，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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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比赛，谁跑得快？跑到那个后花园快！啊，在外面，跑那边的吧？我以为从那个这过道要出来的。啊，你这违规了，根本没有违规。说不要出花园，没有还。我这个是在花园里面，你又没说谁的花园，后花园。对啊，我管他前后啊，别墅的，我新来的嘛，新来的不认路正常吗？你觉得合理吗？哈林快点，哈林来，怎么还少两只？哎，怎么少两只啊？那两只呢？哎，还有俩呢。啊，在这啊，看见了，我吓我一跳，我一想还俩不知道去哪了，来过来，因为我不来，因为刚刚那边有蛇，对不对？没有蛇，哪里有蛇？这里怎么会有蛇？好了，计时啊，记着，真棒，还好像还少一个哈。那个呢？还有一个呢？雪儿，雪儿，消失了。雪儿，还有一个呢？雪儿呢？雪儿，小熊哥哥，雪儿姐姐，我那边跑。我帮你冲啊，你在等着啊，我去找雪儿姐姐。哎，怎么还没回来啊？雪儿。雪儿，你们别乱跑！你看，不，你回房间，你自己房间的。不要找雪儿。那你跟大星哥，你跟大星哥一起。雪儿，雪儿，当然着急了，怎么能不着急呢？不疯了，小孩子能掉吗？小孩子不能掉。看看对面那些车库有没有。哟，你在这儿呢，快过来快过来，找着了找着了，在这儿呢，在这儿呢，你躲这儿啊，你在捉迷藏啊，好，太棒了太棒了，我躲哪儿了，这个太高级了，躲哪儿了，躲车后面，我的天哪，还好还好，雪儿你玩的真高级啊，这是最高级的捉迷藏了，你打车了是吧，你是不是打车了，是不是你一直躲在这儿，我们找你一直躲这儿，我听见了，可我就不想出来，咋啦咋啦咋啦，没事就好了，虚惊一场，虚惊一场，啊，走了回去了，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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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回家，那我觉得以后无论怎么出行，不管他愿不愿意或怎么样，就必须在我的视线里待着，我觉得不仅仅是让自己安心，也是对他负责任，走吧，千玺还没找呢，为什么？不找了吧？那就再找就再找就跑银河里边了。再找，哎，再找我们范围得到杭州了。啊！你在哭，哥哥也哭，我们一起哭好不好？不要啊！不要啊！怎么了，他？拉屎，然后拉不出来，去马桶上蹲蹲看好不好，杰克森？走，我们去马桶上蹲蹲看。
你拉出来了吗？还拉不出来啊？那怎么办呀？就很尴尬嘛，对吧？你他屁股疼，你也不能怎么地，怎么见得？所以我们其实挺着急的，屁股拉不出屎来，拉不出屎来，然后难受。可伟说：“屁股疼，屁股疼，你拍过去我看看，拍过去，拍过去。”好了，你一坐就疼是吗？这个说他屁屁疼，然后呢，我们就觉得是不是他拉屎没擦干净，或者是捂的很紧张吧，就想去医院帮他看看。他说他去医院吧。啊？他说他一坐下就疼。哎喂，你好，哎阿姨，你好，去医院吧，别耽误了。怎么弄的呢？不是他刚屁股疼，别耽误了，这不好，这小孩不好弄的。对，有这种症状吗？之前哦，我知道了，好嘞，哎，那我们就放心了，好嘞，哎，那耽误您了，小东啊，没事的，他妈说没事，他说他经常这样的，是这样的，应该是没擦干净，或者是不知道热，就是他们说一会儿给他洗一洗屁屁，然后擦擦干净，他说这个他说不用去医院的，那咱们给他洗一洗，先给他洗一洗吧，有冰块吗？给他放个冰块镇痛，那干脆可以就给他洗个澡吧，我觉得。站起来，给他擦擦擦干净，擦干净。好，找着纸巾，那，你给他屁屁擦擦这个，然后那个什么，尿布呢？给他换条尿布。这么摸摸疼不疼？不疼了。你是不是喜欢喝这个？先洗澡好不好？我来稍微照照阳，慢点，我们来照照阳，好，可以了，好了，睁眼，给他擦一下。好了，眼睛闭一闭啊，闭眼。要洗的，头都臭了。行哈。要洗的。你放心，肯定不是你眼睛和耳朵，好不好？宝宝，你坐下，你坐下来，宝宝你坐下啊，你往下坐，好，你头往后，这样，哎，再抬起来点，再抬起来点，好嘞，就这样啊，乖啊，不弄到你啊，不弄到你眼睛，好不好？绝对不弄到你眼睛，好不好？乖啊，看了吗？绝对不弄在你眼睛里啊，你不动了啊，放心啊，擦一下，擦完了你就不滴水了，头啊，来，抬，都抬起来，来，眼睛好了没？好了，乖了啊！我来给你讲故事啊。从前有一座山，山里呢有一座庙。你要喝什么？喝奶。喝奶是吧？好嘞，走。来，过来，抱你。哈林的那个奶瓶在哪儿？哈林要喝奶。这倩倩哥在给你弄奶。好，可以了，喝吧。好。
走上楼。哎呀，太好了！哎呦，挺累的。综艺节目里面陪小孩可能是比较累的一件事情，对对对，我自己洗澡的力气都没有就到这个程度了，对，但是蛮开心的，因为没跟小孩子打过交道，然后就是他们眼神里和对话里的那些很真诚的东西，我在学习，我在揣摩，就是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有点用，我觉得。哎，你今天住哪儿啊？住这儿啊。哎，这样行不行？让他去那个你之前我和马天宇住的那个地方是吧？对啊。怎么样？你去那边去，那边去，去，走吧，走吧。按我来讲，我肯定是不忍心的。但是，这别墅确实没有他睡的地方，就是得面对现实，是吧？走了。你早点把早饭买回来啊。我们喜欢吃点什么油条、包子、粥啊，小朋友喜欢甜甜圈什么的。啊？你说什么？我们沙琪都买。什么？你说大声点。经费的话，就你好不容易来一次，就破费。大声点，什么？如果能开就这么在，就这么玩儿，好玩儿，你看。走吧，去吃。婆婆，婆婆，我们有吃的。厨房里面的那个冰箱里面有好多好多呢。我现在去拿。对不起啊，海丽。没事。惯了啊，Good morning 呀 ！Good morning。酸奶啊，你们吃饭了吗？没吃。啊？你们还没吃饭？对。你们到现在没吃饭？嗯。那大哥哥呢？哦，这有钱。
你们到现在还没有吃早饭？对。好，等一下，还有两个呢，还有两个孩子呢。我可以给你任务吗？你是最大的孩子吗？好的。那你现在把所有的孩子召集起来，我们吃早饭好吗？好。好，快去把所有孩子召集起来，我在厨房等你们啊。好的。我们还没有洗脸刷牙呢。啊？洗脸刷牙没刷啊？啊。Oh my god！ 他们在干嘛？出来。没刷过牙。跟我走，跟我走。所有小朋友跟我走 ，Go Go Go！ 上楼刷牙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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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ve Move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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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这是谁的？我的牙膏。好了。来，这边，这边，过来，过来。来，这是谁的？我的。来刷。杰克森，哪个是你牙刷？这个是你的牙刷吗？是的哈。杰克森过来，你也上来，到这儿来。好嘞，我看着你们俩啊，刷吧，蹲下啊，刷牙刷牙，没事没事没事啊，看着你们俩。那我们要吃早饭。那你们把老师叫起来好不好？好，谁呀？小雪，来来来，两个宝宝，走，走，跳舞，跳起来。Everybody， 准备，把他们被子给我打开，被子打开，被子打开，被子被子打开。Everybody， 起床了，被子打开，被子被子打开。Hey， 几点了？小孩子饿死了。哎。这个很好很好，对，谁还没起来啊？你们林大哥呢？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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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冲冲冲冲冲冲冲，我们是来通知你的，我们很饿，我们要吃饭，一楼吃饭，现在马上。坐这儿来，过来，杰克森，杰克森过来坐这儿。自己吃会吗？用勺子，勺也行啊。好，过来，乖。这是你的钟，姑姑。哎，你们稍等，我倒出来给你喝。Good morning, teacher. Good morning. 你还不吃早饭，我们已经要吃完了。是吧？给吃了。哎，奶粉都没有了。我去买个奶粉吧，你们想吃什么吗？我回出去给你们买点。哎，想吃什么吗？可乐。可乐有指定的吗？无糖的还是？无所谓。你想吃什么，艾宝？你想吃什么？我出门了。这个黑巧克力的吗？还要喝酸奶，还要吃那个草莓果冻，还要喝糖。不，我带你去买奶粉吧。好，走吧，把衣服穿上，走。哟，这小外套可帅了哈！艾宝，你箱子去哪了？没看到。艾宝箱子呢？没看到吗？等一下，我先冷静一下。我先冷静一下啊，亲爱的，Apple， 这个衣服你眼熟吗？眼熟。你搞错了，你的衣服不是的，你衣服是这套，你瞎指挥呢，你咋？我给你穿上，你把人包打开，就让我给你穿啊？穿错了，再穿一次好不好？这件是你的吗？这件也不是你的，宝贝儿。这件也不是你的，宝贝儿，宝贝儿，你的都是在这边。是红的衣服呀。是红的这儿啊，这是你的。好，要不就他的吧，要不你的，你的，都是你的，一会儿穿婆婆的衣服，啊，让我穿婆婆，好嘞，好嘞，啊，那你给他穿好不好？好。好，我们下去吧。哎，不对，被子不叠，大哥。啊，无所谓了，叠一下，叠一下，叠一下。
会不会有点太过分了，大哥？大哥可以，你从小到大，你叠过被子吗？我叠过。真的吗？叠被子？你们有叠被子吗？你这是有样学样啊！我去看一眼。我怎么把它收拾干净？收拾干净好看啊。你看，你给他们俩叠被子，我这边不是，你知道，你知道被子也很难受的吗？你就把你叠在一起，你会舒服吗？你可不可以小朋友示范一些好的生活规律啊？有点好的榜样，行不行？给他们俩叠，那边那边我叠，来吧。你叠了吗？可以了。啊，你看，你看。这就是你的被子啊！叠了呀，这叫叠被子啊，这可以啊。干什么？这叫叠被子？走啊！你干什么？这不挺好的吗？咱以前都不叠，对不对？没有叠被子啊。对。叠被子？被子吗？我已经叠好了。我去看看。这么快啊？我去看看。快检查一下，小朋友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千万不要跟你易烊千玺叔叔学啊，哥哥学啊，他生出来到现在就没叠过被子。干什么？只看是吧？是不是只看？我们走了，不看了。啊！加油，加油，加油！啊！这哪个是这个？叠的真棒，不错。哈林，我帮你叠被子。哎，你长短不一样的。哇，你好棒啊！我长短不太一样的。什么长短不一样？好像我叠的哈、啊，还行吧。好了，就这样吧。别踩，别踩弟弟的床。走、啊，下楼了。啊，那个，我跟你们说件事儿。早上起来的时候，是吧？走吧，去吃。你搞错了，你的衣服不是这套，你衣服是这套，你瞎指挥呢，你咋？从小到大，叠过被子吗？有，我叠过。你为什么把它收拾干净？对，我觉得吗？这样是不对的，是不是？我们不能学习这样的态度。我觉得咱们应该让他们学习一下正规的、正规的中国文化。是啊。我们这样吧，下午之后咱们今天没事嘛，咱们带他们去那个国学馆啊，国学学中国传统礼仪嘛，就孔子，对，孔子，咱们学一下中国传统礼仪待遇，行不行？就练练国学吧。啊，下午出发。什么时候出发？过一会儿呗。哎，给林哥先打个电话，让他直接要不去国学馆。行，我给他打个电话。我给他打电话。喂，青哥，那个什么，我们说下午带他们去国学馆，你有没有兴趣？什么馆？国学馆。国学是啥呀？就是国家中国古学。对对对对对对。你这样吧，你买完奶粉之后，你直接去吧。嗯，成。我到时候把位置发给你啊。哎，好嘞。拜拜。啊，出发了，同学们。小张哥哥，快点。好的好的。Go。Go。上车。这个吗？哎，不，这是什么？皇家美食家。你爱喝吗？那这个可爱喝。这不就是吗？是奶牛。哎，你好。这宝宝吃的是吧？哎，比他小。现在的话，三个的话有活动，可以送一套赠品。哦，好，买几个这个不要紧的，其实一罐多少钱？一罐358。358块是吧？你有钱吗？没钱。一分钱都没有，一分钱都没有，我也没带钱。我们现在一点钱都没有，怎么办呢？上一集你都说了一整集，一罐、两罐、三罐、四罐、五罐到10罐，对吧？我们现在换一个口号，我教你啊，你就说皇家美术家，皇家品质，皇家范儿，真心贵，贵的有道理。来说一遍。皇家真幸福。什么东西？皇家美术家，
我们买的是什么东西？皇家美术教啊，皇家美术教，然后呢？我知道了，皇家美术教，皇家品质，贵得有道理。谢谢奶牛。到前面去付钱好不好？去付钱吗？铜壶汉琴，怎么可能？秦汉胡同，看到没？跟大家说啊。这里呢就是国学馆了。其实啊，现在在中国啊特别特别流行，有很多大人啊愿意带小孩子啊去学国学。为什么？就是因为哎呀，中国博大精深，有很多东西要学的，各种礼仪啊，各种古文呐、啊，各种讲一讲讲一讲，对不对？锄禾日当午嘛，后面就什么？这首诗叫什么？哎，不要提醒他。床前明月光吗？我觉得这首歌是什么根本就不重要，对不对？我知道什么诗？学什么呀？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好的，名字叫什么？叫什么？哥教过你叫什么？叫什么农？小家农。哈哈，可以好好教孩子们，好吧？我们今天呢，就来教教孩子们那些礼仪啊，要学礼仪，中国的礼仪，好吧？礼数，来来，走走走，瀑布啊。哦，到了。原来就是这里了。一斤二九十，一百三十斤。我来念，人之初，哇，教子。原来是这儿啊！翰林，好不好玩这里？你居然喜欢这里啊！哇塞！好有文化气息啊！啊，我们到了，就是这儿，快看是谁！哇，谦哥呢？哟！哎呀，你们三个小孩在这儿干什么呢？啊！我往那边坐，往那边去。这哪是你们的位置啊？看各位这身打扮，再配上这样的发型，想必这几位成人应该是丐帮的吧？我是杨过。杨过，好，杨过挺好的啊，首长出来了。你好，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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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先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在下就是本院的第一书童。可以说是镇院之宝啊，琴棋书画是样样不同，但是呢，教各位啊也应该是绰绰有余了。马上有请我们的吴志老师出场。吴志，对不起，这个院的吴志老师出场。哎呦，老师好，女老师。你们好，这位弟子为师到底名字叫什么？吴志老师是。那么今天呢，吴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学礼。这不跟那个先放着好，先放好。不，首先立端正，要看立正，看哪个哥哥哪个小朋友立端正了。好，我们开始呢，面向这一个至圣先师孔子来行礼，行拜师礼。手掌和手势啊相互叠交，女孩子的右手在前，男孩子是左手在前。哦，对不对啊？对的，对的。我们要行礼，听好吴老师的一个要求，拜孔子的时候呢不可以讲话，行礼90度鞠躬，对的，起。好，礼毕。接下来呢要面向老师，要跟老师来行礼。我们手势呢慢慢的从两侧划开，对的，袖子，行礼，行礼，起，这就是正好的礼。那么接下来老师要给大家来做一个坐姿礼。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是伏坐，两腿盘坐，现在找到自己对应的垫子。薛之谦，你的座位是在哪里？
对不起，我对不起，对不起，我以为我是这个位，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看薛之谦，你来示范一下。对的，非常不错，大家可以向薛之谦来学习。哦，你是炼丹的。好，这个呢就叫做我们的伏坐，这是古时候呢经常放松的礼仪。接下来大家看到我手上有什么呢？那么这个红色的呢是朱砂，老师今天要给大家开智慧，老师看看哪个小朋友现在做得特别的好，来开始起智了。被我点上了这一个智慧，就能够开智慧，要读，好好读书，要读好书。真漂亮，那个你的那个学生一直没有这个智慧，是不是他不配点这个？我乃第一出头，志在心中，心中有志。来吧，为师给你起个智慧。好啊，老师别难为他了，别难为他了。老师，在下有一个请愿，说，就是已经跟你这么久了，你要点呢、就点大颗一点，我喜欢大颗一点啊，有理。这个点到通天智。好了，为师交了给你一个任务，你来给哥哥们一起来开智慧。太好了！不要不要不要，老师不要。这位同学怎么称呼啊？易同学。点痣的时候一定是在两眉之间。可是他留了一个 F4 的发型，我怎么点呢？可以把它拨开呀、拨开，对吧？对不起，学生把你拨开了啊。把头发扒开。祝您宁静致远。OK。这位同学来，让开，让开。称呼？男神，男神。祝你早生贵子了。注意是启智，启智啊，要智慧。祝你啊，祝你。可以跟他说，祝你开智慧就好了。老师，为什么我这么白话呢？为什么到他这边这么白话？对，为什么我这么简单？想要一个比较好的，想要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好，薛之谦同学，你来给他想一个词。祝你开天辟地。算了。老师，他在给我写字。哎，词不是赵云吗？不好意思，我不是学生，我是学生家长。林根新同学，那么老师呢，要和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我们手上的书。这本书它的名字叫《三字经》。我以前会背《三字经》。非常好，我们现在把书本翻到。人之初。等一会儿。哎，有小朋友在，没有守规则，请听好。老师要求小朋友们要指读，请你们把右手拿出来。老师，我这个我知道，点一点，然后这个翻页，这是不对的。我们来开始指读，我们点到第一个字叫人字。哎，第一个人字，为什么有指读呢？因为我们有读书法，有三道：心道、眼道、口道。吴老师特地加了一个道，就是指道了。好了，我们打开书啊，我们要开始指读啊，准备了。人之初，人之初，性本善，性本善，性相近，性相近，习相远，习相远。这一排的小朋友读得很好，那一位于小彤读得非常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我读得好吗？那要看看你的声音有没有传到我这里呢。不大不小的声音啊，我们再来一次。人之初，人之初，性本善，性本善，性相近，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无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也师之惰。大点的声。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介绍小故事。等会儿请哥哥们来上来表演故事，好不好？好。这一个故事呢，叫做《孟母三迁》。我们需要一个孟子，还需要一个孟母。九儿演孟母，九儿行不？那孟子谁演？他演孟子吧，他演孟子。你演孟子啊？那叫什么？行。我咋演你儿子啊？
孟子小时候特别的贪玩，他家住在坟场的附近，他常常呢学着别人哭拜。你死得好惨。妈妈认为这个地方对小朋友的成长不好，于是要对孟子说：“我们爸家。”去哪里呀，妈妈？孟母呢，带着孟子搬到了集市上面。可是孟子学着人家呢，在做生意。老板，看看这有上好的小猴。孟母认为这个环境对孩子的成长也不好，于是又对孟子说：“我们搬家。”去哪里呀，妈妈？去了你就知道了。走吧。好。于是呢，孟子就跟着我们的妈妈又搬了家。走了很久很久，他们来到了学堂附近，学堂里面呢正在学习礼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孟母认为这才是孩子学习的地方，于是就决定住在这里了。妈妈，我喜欢这里。那你要好好学礼。好的。我们接下来呢，老师又带了一个故事，这一次的故事呢叫做闻鸡起舞。闻鸡起舞，这个闻是听的意思，这里是听到鸡的声音起来舞剑。这个呢需要两个人，一个是演鸡是吧？哎，演鸡啊，于晓彤来。哦，怎么是舞？本色出演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噗噗可以演一个角色。你想演一个什么？我演杀鸡的。近代有一个爱国志士，名叫祖逖。噔噔噔噔噔噔。他和刘坤，他们都是四周主簿，两人的关系啊很好，如亲兄弟一般。有一天深夜，祖逖一觉醒来，正听到鸡在啼叫。鸡不停地叫。这个时候，祖逖他连忙起来，并把刘坤叫起来：“兄弟，起床！兄弟。”刘坤揉了揉懈怠的双眼，嘀咕道：“天没亮呢，鸡在叫，我们起来舞剑吧。”你有病吧？刘坤听了，立即起床就跟他一起舞剑了，成为国家的将才。接下来这个故事特别的简单，小朋友如果想演也可以演的。这个故事是叫孔融让梨。好。孔融小时候非常聪明，喜欢学习，大家都夸他是个真童。真童。孔融四岁的时候，他就会背诵很多的古诗古词，并且懂得尊重长辈，孝敬长辈。对，好，很好，对，孝敬长辈特别好。好，父母也都非常喜欢他。喜欢你啊。时不时会亲一亲他，抱一抱他，抱他转一圈，抱着孔融锻炼身体。有一天呢，家里吃梨。你先挑梨。我见过最小的。哟，这就是下一句，孔融挑了一个最小的梨。孔融的父亲见了就问：“这么多梨让你挑，为什么你挑一个小的不挑一个大的呢？”因为我年纪最小，应该是最小的，一个大的应该要让给哥哥吃。好，父亲听了十分高兴，笑，笑得前仰后合。好儿子，好儿子，啊！我养到好儿子了。最后一
个故事老师要给大家分享的是砸缸的故事了。那我们这一次呢，有要演的是有一口大缸。那图图，婆婆你也刚一动不能动啊，一点不能动啊，这样不能动，蹦蹦圆，对，这样不能动啊，不能动啊。好，开始了。我演石头。好，你演石头。石头不能动，对，好。有一天，很多小朋友啊，都跟司马光小朋友一起在玩耍。院子里面有一口大水缸，你看，就有个大水缸。这个时候一不小心，那个小孩就掉到了大水缸里，扑通，水缸缠住了这个小朋友，厉害了，水缸死死的缠住这个小朋友。这时候所有小朋友都很着急啊，说放开他，放开他。但是这个水缸死死都不肯放手，死死都不肯放手。这时候，司马光急中生智，把所有的小朋友都，哎呀，缸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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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哎呀，缸自己碎了。好，等一下，所有的小朋友都拿他没办法，赶快爬起来，接着抱着他，抱着他。好，好，好。这时候大家没办法的时候，司马光急声大喊：救命啊！老师正好路过，救命啊！救命！看到司马光，怎么了？对，但是他没有看到小朋友掉在缸里了，他就跑过去了。哎呀，老师错过了，老师根本不知道什么事情。哎呀，老师自拍走出去了。哎呀，司马光很着急啊。可是时间都已经来不及了。还来得及，还来得及，他还有一口气。好。怎么了？哎呀，老师错过了，老师根本不知道什么事情。哎呀，老师。老师等会儿给你，吴老师等会儿给你奖励一个东西，好不好？给你一个礼物，好不好？我不哭了，好不好？你告诉老师，告诉吴老师，我们可不可以抓人？可不可以？抓伤别人了，别人是不是很难过？是不是会很疼？那我们下次要小心一点，好不好？那你等会儿跟布布道个歉，可以吗？好，来，乖。去跟布布道歉。怎么办呢？说对不起。对不起，布布。我不是故意的。你原谅他吗？没关系。好了，我们握一个手，握一个手，成为好朋友。好嘞。你演戏的就是我抓住哈利，你不能打我。狼是把缸，熊哥演石头，砸碎五十个缸。好了，没事了啊。好，这个时候刚还是死死的抓住那个小朋友，没错，很好。这时候司马光急了，司马光发现，他就发现旁边有颗大石头，大石头。这个时候可能刚啊，石头在移动，太好了。没想到石头在移动的时候，缸也开始移动，刚移动到了石头旁边，刚对，刚死死抱着小朋友在缠打，对，好，移动到了缸的旁边，啊，不，移动到了石头的旁边。这时候他举起石头就把缸砸破了，哎呀，缸破了！司马光很开心，举起了小朋友，表示很高兴，大家都庆祝了起来，大家说一拥而上，扑了上去，庆祝起来，小朋友得救了。今天的课呢，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吴老师，老师，谢谢小朋友，谢谢老师。好，各位，过一会儿呢。我带你们去学书法，也是我们中国古代文学必须要学的一门课程。给大家休息五分钟，我在门口恭候各位。各位学生请入座。告诉我坐在哪儿，地下吗？啊，就站着。那叫入站。别闹。各位学生先安静了啊。在中国的古代文学里面呢，写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正所谓见字如见人，我们每个人啊都要练好一手好字。这样子啊，今天呢每人脑子里啊为自己啊想一个字，好不好？就能代表自己的一个字就够了。我们一共八个字，最后啊让千玺来一个横批，因为千玺写得好，好不好？等一会儿，书童，对联八个字吗？两副对联八个字，一副对联八个字，一副对联两边各四个，不是八个吗？那按比例来说，横批得一个字儿。你给我闭嘴！各位小同学，要是想不出来啊，可以让各位大同学帮忙，你们适合你们每个人的一个字啊，提笔只能一个字。我打个比方，比如说我啊，我智商高，我就写一个智。怎么看出来？何以见得？
双眼皮吗？就这样，三少爷，你先想一个什么字比较适合你？哎呦，才华的才。哎呀，才华的才，真的是真的是勉强啊。好，下一个呢？小雪。我想写我自己的名字。按名字取。在名字里你只取一个字，你就写雪吧，好不好？好。你觉得哪个字？那就这样 ，Apple 我就写 I。我写了 Apple。Apple 英文不可以。英文不行，书法必须写中文。我这是国粹啊！呀，哎，你觉得你自己长得帅吗？你写帅吧。你写个帅字如何？好的。好，那个哈林。哈林，你写什么字？你写哈字好不好？就写哈。哈。好，哈哈哈的哈，祝你笑口常开啊！好了，下一个，那个 Jackson， 一个字代表你想写哪个字啊？成吧，成，周家成，诚实的诚。好，成字好吧，就定了啊。这位大高哥，你想一个字代表你自己。我就写。是闷。是闷。好，不，我算了，我写博，博博生机的博，博学的博也可以啊，博学的博，博学的博，我不配，我不配，我不配，讨厌，我不配这个字，我不配，说得好，我同意，我不配，好，那我写，我就写高，哎，这个好，好，好，高，高，好字，高，这个你最高了，现在，太棒了，艺高人胆大的高，不是个子高的高，哎，波波。你写一个什么？老师，报告老师，我对噗噗同学比较了解，写吃吧，吃好，吃字好，好吃。那我就写一个睡字吧，我呢最喜欢睡觉了。好了，各位啊，既然大家已经决定写什么字了，我们就有请我们的马老师啊，先教大家怎么开始握笔，怎么写毛笔字，好不好？老师有请。每个人身边有一支笔，拿起来，右手五个手指。叫雁压勾格底，叫无字执笔法。看好了，两个剪刀伸出来，贴在我的笔杆上，拇指放上去，这两个手放上去，这个叫无名指递上去，叫低，叫雁压勾格底，这个要定一分钟，相信各位同学都能做到。来，老师，我们可以先给我们一张纸练练这个字吗？也可以，每个人是练习用的啊。现在就是练习用的。是这样子吗？对，再讲一下条目啊，不要站太多，来，在边上给它弄掉，雪儿，哎，弄掉。我写个快怎么写？哥给你写个小的，然后你参考这个写。看到了吗？这是帅。注意抓笔啊，同学们！你打我们学了一个站字。我换一个棒棒糖。啊，你换。来，一个小树，一个小撇。棒糖。哥帮你粘一下。哇、哦！十是吧？还是加？放在桌面上。断了。断了。好了。就是这个。一下就练过了。是，怎么会？这个断了。哥给你写，写，就小一点，你看。那就这样。对，就这么大就可以了。然后你再自己写后面。不好看啊，我写的。老师，我这个高特别不好写，高很难吗？他那个两个口特别难写。不是你可以写的不好看呢，你本来写字都不好看，那为什么对自己要求那么高呢？懂你了，有道理。谢谢你给我写一个字，给我看看吧，我见识见识你的
你给我写个高，你在这给我写。是吧？哇，他写字真的好看、啊，好看。你将这个字体写的，高是这么写的吗？他这字可以的，真的是练过的，一看是练过的。开始吧，行行行行行。写字要起范儿的，可以啊。OK OK understood。各位，请停下手上的笔，开始我们正式写了。哎，我们这边呢，三个小朋友过来了。好，我拿着你的手。他第一个字什么字？帅。太丑了，太丑。帅。还是树沟的帅。请自重啊。来，我要写个财。我的天哪，我的天哪，太棒了。来，雪儿呢？过来。来来，显示自己的风范，雪儿自己来就可以了。非常棒，好，太棒了，写出自己的风范了。还有一个，来哈林，你像斑点狗一样现在。哈林，你来个哈，来，我主要帮你扶笔，但是主要你下笔啊，来，来。我不来，先一个口，画一个方块，是，走。右边是一撇一横。这个是我扶你写一个字好吗？周家城，这儿好。大哥，你是不是写错了？大哥，你是不是写错了？大哥，你是不是写错了？还有呢？还有，大哥，大哥，你是不是缺个东西啊？对，缺个东西。大哥，写字重啊！博学的博，博学的博，我不配，我不配，我不配。下一个是你自己来，高。哎呦，这一笔呀、啊，太棒了，太棒了。对不起。哎呀，棒！这是目前为止我看到最好看的一个字了，厉害了。谢谢谢谢，我没让你失望吗，师傅？谢谢。你叫我师傅吧，我好喜欢这个。到我了，我把你都歪了，好尴尬。你睡歪了，你怎么还在描呢？描一下才有味道。漂亮，你这个睡歪的也是正好。好。好，千强，请动笔。我们今天已经大功告成了，上联先来，帅才雪哈。下联是诗成高睡，然后是放开我 baby 二。耶！那接下来呢，也到了用膳的时间了啊！我们今天也不能先吃就吃了，我们得学习一下怎么做古人的食物。来，有请这边。哦。流鼻涕。流鼻涕了，谁的小黑手啊？这是我的。你的？哈林过来，我给你擦擦脸。擦擦的鼻子。对啊。你看黑不黑？好了。
去玩吗？各位，古人最擅长的呢，就是吃面食。今天呢，就要教教各位啊，怎么做这个面食了。师傅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该怎么做这个面食。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的葛云红。师傅，你介不介意站起来说话？可以。哎呀，师傅好调皮啊，是吧？师傅，我们今天这一趴是古装，你这是什么？你忽悠我们啊？我是厨师服。厨师服有没有古装的？没有。好，很好，很好，我就喜欢这么勉强。来，你接着教啊。陕西面食源远流长，有2000年的历史。哦，你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蹄筋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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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蹄肉的蹄，筋是那个这个筋儿的筋。那就有劳师傅了，好，呈现一下。哎呦，哎呦，哇，好酷哦！这叫转盘踢毽，转着转着一圈就，哇，转过来了。哇，这个好帅啊！师傅，是留下来的吃的还是弹出去的吃的？这个留下来可以吃，留下来可以吃。但是师傅，这个留下来可以吃，你何必弹呢？你挖掉就好了。可以，出去了。嗯，把面出。哦。陈哥，陈哥，我也试一下。来来，试试，试试。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挺好的。哎呀，漂亮，好样的。再狠一点，再狠一点，像仇人一样，像恋爱了一样，像恨他，爱上他了，恨他。好样的，好。师傅，我可以试一下吗？可以。那我试试看。等一会儿我也能行的，你相信我。不好。很捧你场。我也想试试。一会儿你也去。哇，他这个盘子是银的。来，试试。有了。这是绿的，这是我师傅传给我的。师傅传给我的。孩子太好笑了，哎，那个要这么着，这么着，哎，才能出去的啊。不行，师傅，这得需要很大的功力。那我试试看吧。你别试试看了。你说 baby 们也能试的吗？我现在发挥一下想象，你给我试试看。就是学徒，回去吧，爱过恨过就可以了。来，好，学员来，学员过来试试，学员过来试一下。好，来，学员弹，脱，再狠一点，哎，漂亮，弹到哪了？哪个摄影师脸了？我，高点，哎，漂亮，好了，您接着来，打扰您了啊。哎呀，这个真的是太难了，刚刚小童也试过了，这个太难了，实在是有点难，这需要很久的功力的，所以呢，师傅停。啊，很好，我们今天呢就不学这个了，学个稍微容易点的，好不好？你们一会儿操的这个叫猫耳朵。猫耳朵。哦，你看师傅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这个了啊。来，各位学生打开它，打开你们面前的东西啊，不要吃啊，不能吃的。打开，可以打开，但是不能吃。啊，这个很简单，这个啊。先把它倒在外面。倒在外面。嗯，倒在这个菜板案板上。倒在案板上面，得倒在案板上面。这个就简单了啊！你看，老拇指头把面摁住，往前推，啊，往前推，面食哦，这是拿大拇指摁住，往前推。各位学生啊，跟大家说一声啊，今天你们所做的自己做出来这份呢，一会儿就是自己晚上的晚餐了。你看，我教你，你看，看，这就是可以了。你有好好在做吗，翰林？你有用心在做吗？你刚刚有没有用心在做？你这么看啊，做了，好啊，真棒，
往前推，对，给弄成卷起来的，好不好？啊，这就叫猫耳朵。这样，上一期的面食。宝贝，这样。不，你能不能像个大哥哥样？你给我做一个。拿这个。哎，这个叫不粘。按住，推啊。会了吗？会了。你再弄。我才问我成功了一个。师傅，那个咱们大家都弄完了，你来评价一下哪个小朋友做的最好？你看一眼啊。会不会就是也是他也做了，做成个球了？哎，那个不错。雪儿做的也不错。雪儿做的好。哪个不错呀，师傅？哪个？那个最好。今天大家都学会了，做的不错。我就给你们煮啊，马上就可以吃了。好嘞，来，交给师傅了。好嘞。墨水味的，来吧。啊，好嘞，都给师傅啊。好嘞，一会儿咱们给师傅端到后面去，好不好？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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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谢谢您。哇！你说谢谢师傅。来，先给小朋友。谢谢。小朋友们都吃我们自己刚才做的面，看看好不好吃，好不好？哎，来个不生的。哦，哎，谢谢您。师傅教了你们上一期教的。师傅师傅。老陈厨，上一期老陈厨。哇，今天哎来这儿还挺特别的哈。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孩子们呢要从小学起，千万不能忘了啊，我们骨子里是个中国人，是吧？对不对，婆婆？嗯。古香古色的，又有美食，又能学到文化。这个课程能让他们感受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他们小时候可以体验这些东西。通过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儿。从练习到最后的一个成品，是小朋友和我们一起来完成的一个作品，在他们心里，哎，就多少会有一些成就感。他们虽然没有做精什么东西，但是就是让他们体验一把，就让孩子知道国学，然后知道我们中国的文化有多么的厉害，有这个想法就够了。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本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何为捉迷藏呢，是孩子非常喜欢的一种游戏方式。在这个游戏当中呢，不仅可以发展孩子的运动探索能力，而且对他的认知也有促进作用。对，快去查，快去查。那么在这一集当中，我们看到了，游戏结束的时候，哥哥们往回走的时候，突然发现雪儿不见了。还有一个呢？雪儿，雪儿，雪儿。他能听见哥哥们寻找他的呼唤声音，但是他又没被哥哥们发现，他继续沉浸在这种游戏的愉悦中。哟，你在这儿呢，快过来，快过来，找着了，找着了，在这儿呢。你一直躲在这儿啊？我们找你一直躲这儿啊？我听见了，可我就不想出来，咋啦咋啦咋啦？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建议呢是可以这样去做一下，比如说在开始之前啊，应该规定。我们游戏的范围在哪里，告诉孩子就躲在这个地方哦，其他地方不用去。第二个呢，当游戏结束的时候要给小 baby 一个明确的指示啊，游戏结束了，雪儿你赢了等等。雪儿你玩得真高级啊，这是最高级的捉迷藏了。在这一集当中，杰克森呢他有些不舒服，弄不出来啊，对于父母不在他身边，可以有以下的一些操作方法，比如说用语言去安慰他。你在哭，你在哭，哥哥也哭，我们一起哭好不好？我要我要。用行动去抱抱他，啊，给他在抚摸当中给他一种安全感。那么，如果孩子在哭闹说他自己疼痛的话，也建议呢做以下几步的一个分析。
第一个呢，要判断今天有没有外伤导致他这种疼痛。第二个呢，就是看看他以往，了解一下他以往是否有这样相类似的一个症状出现。哎喂，你好，哎阿姨阿姨，你好你好，对，有这种症状吗之前？第三个呢，就是要看一下他说疼痛的这个部位的一些表象，啊，基于以上三步呢，再决定是不是送孩子上医院。哥哥们的做法是非常正确的，他们打电话给杰克森的父母来了解他以往是否有相似的一些症状出现，了解原因之后，他们又观察了他诉说疼痛的那个部位的一个表象，应该说哥哥们的做法还是非常正确的。六个了，买皇家美素佳儿上京东超市，刷综艺追 baby， 会员专享下载特权，随时随地聊萌娃，一切尽在腾讯视频 VIP。下载天天爱消除，与 Jackson、哈林一起快乐冒险，还有更多惊喜等你来发现。下载腾讯出品《小企鹅乐园》，宝宝看动画，妈妈设时长，有料的直播都在网易新闻。